尊敬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非常抱歉，这次的首映会我不在，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一部电影，也非常爱这部电影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部电影。我在电影里面扮演的角色名字叫做乐毅，那他是一个非常性格非常活泼开朗的一个角色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喜欢这个电影，喜欢乐毅这个角色。如果这个电影的票房过5亿的话，我希望跟大家做的一个约定是，我为大家扮一次我非常不愿意扮但是又是有最受欢迎的女装。如果票房过5亿，我一定会实现这个承诺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宣传这部电影，多多爱这部电影，谢谢大家。从天而降，张艺兴这次降落到了电影里，开始了他的电影旅途。在这里我们要为艺兴加油，艺兴你是最棒的，艺兴就是我们从天而降的小绵羊，特别为你高兴，加油艺兴，加油。